就是修道的第一步，修道基本的慈悲心。看到跟听到动物被杀的时候，这种惨叫声，悲哀的声音，虽然它被剁成一块肉了，难道动物就没有生命吗？就是因为有生命它才痛，所以吃素本来就是修行人的第一步。若是连吃素都做不到，对动物慈悯心都没有发出来的话，怎么能够称得上修道人呢？星号所以吃素是真好，身体健康无烦恼，吃素是基本，修行就是要了小前业，既然要了小前业，就不要再造新业。星号你吃他块肉，来日你必须得还他一块肉。星号若是有一把菜刀在脖子上抹来抹去，这是什么感觉呢？是很令人害怕、恐惧、恐慌，是种痛苦。星号当人在医院病人要经手术时，医生没有打麻醉药就要开刀，把刀在大腿上切下一块肉，是不是很痛，令人震惊？那么动物也是一样，这一把刀在他脖子上切，在他腿上割，鸡、鱼、虾、牛、羊都会很痛苦的。星号所以不要再造新业，不要再去吃荤物了。不论年纪大小，统统一样，不能吃就是不能吃。星号总结起来，修行不食用五星有以下四点原因。一、熟食五荤容易引发我们对两性的欲念。二、生食五荤则容易使人发怒，让人变得脾气暴躁。三、五荤的气味为天人所厌嫌，而为恶鬼道众生及魔王眷属所喜。四、食用五荤消减我们的福德，最保护生态平衡，且无任何副作用。护生行为便是食素了，食素是菩萨行为，是救苦救难的行为。井号邀请您从今开始吃素哦。